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Avir 環保、生活、科技、領導品牌 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車記錄器汽車教授職人洗車用品專賣好，一斌，带你去把一台我一直很想要整理的车挖出来整理。自从看了你们去90车具以后，我就很想要整理一台90的车子，所以忽然想到我有一台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车子，想说把它拉出来整理一下。好，在已经买了应该也快2年了吧。哒哒，这个鲨鱼头的沙龙啊，都生锈了。重点是这一台是五门掀背的，而且我跟你讲。五门手牌的更少，方向盘都生勾了，那个椅垫都生菇了，所以有时候觉得很可惜啊。这个当初客人交给我们的时候，车还比这个状况还好，被我们放到，觉得有点可惜，所以把它哦，里面都跟阿呆的车一样味道，臭不一样。好了，我们来加一下电好了，看它能不能发动。哦，还是一触即发呢，触即发。看一下冷气，看能不能。哇，这风扇叶片都断掉了呢。其实哦，这个车我们另外还有两台。都是手牌的，但是是四门的。我想先从五门的开始整理起。好，回去检查一下，我开回去检查一下，看他怎么整理。好，回来了。我看这轮胎几年的，妈2020年的哎，所以他卖给我们的时候是新的，点都还在。其实卖回来我们这边2年，我们都没开了。好，看一下漏油的情形。分电盘你稍微有油，哇，它这个引擎都后倾的，全部都油漉漉的，靠背啊，哇，这还要大整理。你看刹车油有点不够，而且我相信2年应该也是变质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方机油也是漏油漏得严重，边境应该软掉了。不过你看哦，它这个轮毂都还蛮漂亮的，2.0 Twin Can，Twin Can 材料，双凸轮轴。哇，你看后保杆也是撞到不行哦，那时候这保杆都很粗壮。哇，还旧牌，有没有看到？这个改起来就有感觉。靠背这边已经锈过了，它已经前车主处理过了，它用这很像 AB 胶的东西把它封起来，它硬的，它不是磁力控，因为它有封起来，所以放这2年没有再恶化下去。这个我们到时候再叫烤漆师傅整个磨掉，重新做。我比较担心它这后车厢里面有没有进水，头塔的车哦老了很容易这边会进水啊，湿湿的靠背抓塞，你看，哎呦，还要抓漏，后箱老了漏水，哎呦。不得唔通起金皮，起金皮，我都还没看，我就已经先料事如神了啦。跟你讲，真的每一台都这样，不是我在好小的哦。你看这整个已经仿旧了呢，怎么像沉船里面拿出来的？对，铁达尼号嘛。我想要先处理这个水的部分，然后这块板子可能要重新裁切的。God, 好恶心啊！哎呀！各位观众，你等一下你们会见识到一个状况，就是当女生遇到我的那个情形啊，看好紧哦，会漏水啊！不好意思啊，我的手指头刚用我的手指头把这个挖起来啦，水塞啊，好不好？挖一挖就这样了。它水怎么那么多啊？啊，就是它不知道从哪里流进去啊，就到时候要抓漏啊，到时候抓漏完以后再把里面清洗干净。我想要把这件地毯看可不可以拿起来先洗，洗完最近天气好看可不可以把它晒干？哎呦，你看。好恶心哦！我决定，因为它这个是皮椅套，所以我决定把皮椅套拆掉，这一些生菇的地方就暂时会先不见。呸！你看它这里有个出风口，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这有个出风口，那要吹哪里？那个角度，请问吹哪里？当然是吹烂爬，不然吹哪里？哎，这很帅，这有定位灯，你有没有？不然还会不会亮？不亮，我要把它弄亮。原本就有了吗？对啊，有的是旗杆嘛，有没有？有人会装2根旗杆嘛？对。啊，这定位灯啊，亮了让你看得到你的车头，跟旗杆作用一样啊。这一定要留着，好不好？拜托，要亮。哇，定位灯没亮了，我想办法买一颗 LED 进去让它亮。定位灯要亮，要帮我记得。欸，老板，我有个疑问，怎样？他们这个五门的车型是他原本就有在贩售吗？有啊，你看这边桃苗丰田汽车有没有看到？有在卖啊，这不是进口的啦。而且你看这，你看这个侧边这后面这个小尾翼，
这盖起来有一个鸭尾，你知道吗？到时候再给它贴一个更延伸出来的，哦，整个屁股这样，跟它暴走族哎，好不好？这个是那时候很秋的 Mark 呢，这个就跟汉达的老鹰一样呢，他最后那个从 Premier 之后，他就把 Corona 车系取消了，只留 Corolla， Corolla 就是现在的 Artis， Corona 在2003年就取消了，这个车系就消失在地球上了。再不出，因为它有重叠到，它重叠在 Artis 跟 Camry 中间，所以他们就取消中间的。所以这个，哎、欸，你看它这个后窗还有这个，你看像进气网的东西，会不会就从这边漏水？看不到哎，这都烂掉了。这个就是我水箱镜跑出来才会这种颜色啊。它、啊、这个、啊、分电盘漏油、啊，所以分电盘正常就是换整颗，因为它油封在中间，它从中间从里面灌出来的。哇，这一台精彩了。然后上面这里也喷成这样。上面是还好，上面这个主要是这个盖子坏啊。哦，是这个盖子坏。对啊，因为你看这边只有这个盖子最有可能喷嘛。啊，你压一下橡皮，硬的，比塑胶还硬，所以它绝对封不住，它就是会从这一边。你看这个缺口，这边是一片整个都湿的。对，你如果从下面，正常是不会喷到最上面。只是我们这样看这一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引擎可以不用看，对，因为引擎就已经吃机油了，就不用看了。那怎么办？就拆起来用啊。一定要下引擎的，对。对啊，就下引擎，整个拆开来重用啊。就是活塞环啊、气门油封啊那些，然后气门重做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哎，这台整理很划算呢，你看该漏的都漏了，有吗？这是变速，这变速箱啊，传动轴厚厚呢。真的啊，这一次有换过，有没有？换过，发动机，发动机也过啦。这是防尘套破掉，所以你才看得到这个。基本上这个里面灰尘已经这么厚了吗？它一定有开嘛，有移嘛，这里面的油封就挂了，所以就干脆直接换掉啊。三角架也不用看了啦，这个橡皮都破了。啊，这样。不管我们要摇轮胎啊。哎，没办法，没有间隙耶。啊，后避震呢？后避震这个要开了才知道啦，但是基本上你如果要整理，就全部把它换掉啊，因为这个也放那么久了。所以底盘三角架换掉，然后四支避震。啊，引擎变速箱掉出来啊，水箱也要换啊，再来就是引擎那些正时皮带、水泵补那些就一次掉出来换一换啊。然后抛泵补好像有漏，对啊，泵补好像有漏。刹车，它已经锈成这样子了，就把它换掉吧。好，剩下就是要入室会比较准。查一下用什么？引擎大修是修啥？就整个盘缸啊，啊离合器片、压板、压板、指挥皮带、指挥皮带、冷气。冷气是修理啥？压缩机挂掉了哦、啊。哦，压缩机是呢？整理的啦。啊，分电盘也坏掉。哦，分电盘是呢。哎、欸，高压线火星塞。这油壶是新的吗？这个旧的。啊，方向器也换掉，避震器四支全部都换掉。啊，那这这起码是安那一个焦油。没有。就好照了。哦，你看嘛，是呢呢，安尼啊，安尼要收好多钱哦、喔。啊，十几万。干安尼十几万，哎、欸，无白过你啊！我们开回去，好像去跑拉力赛都没有内装了，要开一台完全轻量化的车回去。哎、欸，而且你看这边就地板，
对啊，靠北啊，开拉力赛哦。好了，出发。我的排挡杆也没有排很头哦。底盘也整理了，引擎也整理了，变速箱也整理了，冷气也整理了，现在就剩下外观，还有一些生锈的地方，可能回去要请这个烤漆师傅要处理一下。我怎么觉得我在骑摩托车啊？完全没有隔音可言，每台车都在我旁边咻咻叫，等下骑摩托车哦。水油水油。引擎还不错，而且好像四档就还蛮有力的，加速凌厉啊！你看三档加速哦，啊，我知道了啦，因为没有隔音，所以体感的那个加速会很快。其实不是它加速快，应该是没有隔音，所以你就会觉得哇，汪很快，可以听到排气管啊、引擎的声音有没有？然后风切声啊，你就会觉得我加速很快，会有这种错觉。其实我有三台这种手排的，我们。俗称的 NA 嘛，那为什么特别这一台花比较多钱整理？因为五门的其实是比较少的。好了，回来了哦，超有力，冷气又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内装洗干净。然后重点是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上面都生锈了，嗯，这全部都要加整理，因为我看有些地方也是生锈啊，哦，都把它喷一喷。哇，这台真的是到时候会是喷漆喷的最紧绷的一台啊！喷完漆以后回来，我们再做隔音，再做内装复原。这台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它这个门板都还没有凹掉变形，因为那时候这个年代里面这个都是木板，那如果潮湿干掉它就变形，那就接下来准备下一栋了。里面清好了，来看一下，干净哦。这个要拆掉，那主要是上次有讲，它这里都生锈了，为什么我们要拆那么空？就是要让它把这边弄好。这个东西很讨厌哦，你看它这个旁边是后来才贴上去的嘛，那贴上去它这个胶条都已经掉了，它这个胶条本来应该要塞到这来，还是要把这金雕都拆掉，不要轮毂了。这台车就这样啊，准备发包了，观众朋友又好戏看了，到时候回来以后全车隔音再顺便把它做一做，这个车又是大工程。A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 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哇，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上一次干这个事情，我跟柯P干这个事情，已经是最少两年前，三年了，三年了，最少三年。我还记得泰山他拿轮子在那边轮啊，对啊。为什么我们现在都不做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两个再加上你这个三个人的薪水，来弄一台这个，一天下来不便宜啊，比这些材料还贵，对吧？所以说观众朋友越来越难得机会看到我们在合体上面无猪无狗了，无敌无狗。这一次呢，刚好我们这个 Corona 都拆空了。那我就想说，我们来干脆把它粘一粘。我本来没有想要做的，我想说这个老车再怎么做应该也是这样。后来我是看到那个什么进化论跟那个什么
打打什么卡号，天某些我拢讲，嘿就先开订呢，你知道？我订阅呢，他还没订我嘞。哈哈哈哈哈！歪看到他帮他的 beat 做这个隔音质证呐、啊，所以进化论嘎迪浪嘛，对不对？我们就说，弄一下，果然两天就寄到了，而且泰山妈的又不付钱，又帮他白嫖，非常谢谢进化论，从台中吼很快用最快的速度又寄来了，这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我们之前都是去阿六仔那边买一大堆，也不知道是上面狗皮膏药来，我们就贴了。好，他这次呢，进化论他们研发的这个叫做语境垫，语境板啊，好，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啊，它的这个我拿起来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超轻。以前是有够重的，对不？以前是比较小的，啊，整个跟它石头的，对不？很重，而且很难推，拿那个滚轮很难推，你推过嘛？所以呢，这次是他们自己研发的，拿起来是真的重量轻很多。哦，那相信自证效果应该也不错，那我们实际把它弄上去就知道了，好不好？啊，也非常谢谢进化论，而且他还给我们这个消音垫，是不是？哦，这都是他们自己的牌子。啊，这个拿起来蛮轻的啊，而且这个应该有防火啦。要么他一早起来马上就洗掉了，这是好的材质。哎，阿伯，你念几堆啊？加倒位，哎，加路小哦，跟那小金爪，规划哦。这个就谢谢这个进化论啦，我们就验收了，贴上去再验收了，好不好？然后另外呢，我发现他的喇叭，全车的喇叭都挂了，所以我也特地去网路对买了两个喇叭，四寸跟五寸。他以前的喇叭有够小的，现在很难找到那么小颗的喇叭，你知道吗？我还特地上网去找，就是两呗，这细寸的呀，有够小颗的。这个便宜一颗几百块而已，我买这两颗要3000多块，三四千块。你来这边拍啊，泰山，你看那天我没有开啊，你看后面喇叭是这么小颗在这里啊。对啊，我们已经拆下来了，我那边的架子我们已经拆掉了，到时候再把它弄一弄。好了，开贴，蛮难剪的呢。咦，你加两袋啊？靠，不要加两袋哦。阿林，你厉害。很聪明啊，我刚刚剪一个十字，你有没有看到？直接压迫，然后把十字往内压，圆形就出来了。都贴到这了，干脆连这个第二层，我就从后面把它处理下去了。我本来故意那个封起来，但是听讲跟高级都讲用嘴炮说，有啊，线没有流出来。哎、欸，我们都有流动哦，哦，那种空拢有哦，你看哦，你看，哦，看无，虽然是老车，嘛是用最高规格的。你知道我剪这个那么多小块干嘛吗？机灵度。不是。不是吗？不是，我想细节，这里。这种动的是不是都是吸住的饰板？主要是不要让塑胶跟这个摩擦而已啊，隔开。有一些高级的车，你问阿柯，有些高级的车拆下来内装，它会垫这个，要把我会垫一个海绵。对，有一条海绵。对，会垫一个海绵。高级车才会有垫这个东西，这样以后你这样合进去的时候，它会压住这个，就不会直接跟这个摩擦发出声音。而且它这个又不会妨碍内装装上去，因为它这个延展度很大，内装一进去。有没有？你用自振垫，因为它有个厚度嘛，因为它是硬的嘛，所以你如果贴太厚的话，你的内装会压不，扣子会压不进去，那这个就不会影响，而且又可以达到抑制它震动的效果。一百空三。
好了，现在要做那个椅子后面这一块，这两块的板子。OK 啊，所以要重做。刚科比已经把板子拆下来，现在先画个范围。好了。Avdim，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这个1993年 Toyota Corona 五门的，上一次我们两个在这边拆椅子是多久的事情？那可能是哇，你来这边多久了？一年半吧。所以最少有一年吗？应该有。这台车也一年了，当初应该有介绍我为什么要整理这台车哦，因为第一个它是这个 2.0 的嘛，手排嘛，重点是五门斜背嘛，五门斜背就有一点点86血统的感觉了。嗯，我们只是差别没有在侧面贴一个小狮自动车垫，我们就变成86了嘛。我跟你讲，不胡烂的，一台1993年到现在已经30年的老车，花了差不多20万整理，搞什么鬼？我跟你讲，这绝对哈，继续放可以列入经典车博物馆里面，所以我们全力把它翻新。好，我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做了什么东西哦，包括整个引擎卸下来，整个整理弹缸，把吃机油问题、水泵补正时皮带整个都翻新，还有变速箱也分解，把里面的这个压板、离合器片、轴承全部都翻新，所以引擎跟变速箱基本上都已经被翻新过。我们很少翻新到这么彻底。然后再来呢，全车啊，包含这个所有的应该要生锈的地方啊，我记得回来是要漏水，漏得很夸张。对，后面都可以养金鱼了，所以这个我们呢也把它漏水都处理好了啊。哎、欸，有一个重点，我把这个小灯复原了，这我坚持的，我坚持一定要把这个小灯定位灯复原，它本来来的时候已经不亮了。好，那引擎室里面呢，包含所有的引擎角，反正里面分电盘、高压线、火星塞、四支避震器也都换掉了。哦，方向机、所有的水管、防倾杆、冷气压缩机，就是全部了、欸，几乎都全换了啊，剩发电机没换而已。里面的鼓风机也清洗了。好，然后这个它这个一定手拉天线，这个是一定还要有。这个我跟你讲，这台车我是真的几乎有全程参与到了。我记得去修理厂翻新完引擎变速箱之后，还是我去开回来。那时候我们把内装先拆空了嘛，然后拆空之后，我们先去整理引擎、变速箱、底盘，整理好之后，我们才进行下一步嘛。下一步的话呢，就是这个烤漆跟漏水的处理。我还去网路找了一个，你看帅吧？美国队长铝圈盖，其实换个铝圈就搞定了。可是我觉得改装的铝圈再怎么改，都觉得是一个蛮新的，不搭。对，我觉得不搭。哎，还是美国队长其实蛮新的，没有，因为这个是有意义的嘛。美国队长沉睡了几年，很久了，二战嘛。啊，对对对，你好。所以呢，我们特地找一个美国队长的铝圈盖，就把它盖上去，不换铝圈。好，就是有这种，他沉睡很久，我们把他救醒了，有没有很有内涵？有哇。想不到，对吧？想不到，很有内涵吧？他本来是沉睡的美国队长了，我们把他救活了。车内呢，当时呢就维持了他当时这种咖啡色，有一点法兰绒的这种老式的椅子，超屌哎、欸！那个年代大概都是这样，而且咖啡色现在已经很少，车的地毯有这种咖啡色、深咖啡色，以前还有那种酒红色的，就整个椅子啊，这个都红的，就是像那种很古老的日本咖啡厅会有的那种红色法兰绒的椅子的那种感觉。好，他这连这个中控台也全部都是灰的。好，排挡头留着，方向盘。我们也不换，而且呢，我们把它的仪表的灯全部都修复了，对，把它修复了。本来它这个灯呢，这边的灯其实已经不亮了。好，然后把它修复，而且我还找了一个比较符合那个年代的主机，有没有？有点旧的感觉，数字的颜色是不是就很像有复古感？还有这个等化器的感觉，营造出一种年代感。还有这种黄光的颜色，重点是3:59，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时钟是准的，比新车还准，比新车还准。你买新车，它不一定会帮你调准。屋顶我们也翻新了，但是屋顶哈，帮我们翻新屋顶，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咖啡色，所以他们没有这样子的布料，所以我就干脆把它弄成黑色，也比较不容易脏啦。好，那这个当初全部拆下来以后呢，我们还先做好了一些漏水跟这个
防锈的处理。当初我记得锈的最厉害在这边，哇，我们已经全部都把它修复了。哦，我们的师傅花很多的时间，慢慢把它修复回来，包括这个老车都会嘛，排水沟，甚至那个三门洗美，到现在这边也都会生锈。哦，你看它这块站板都还在，全车的喇叭我们把它换新的，底盘的隔音呢，我们在复原之前我们把它做好了。这台车现在开起来又安静又好开，哎，这台真的很好开，哎，对，非常的顺，因为那个离合器片、压板、变速箱全部都是新的，对，引擎也已经弹过缸。修复了，所以这台车呢，基本上叫我现在这台车代步上下班，我是会开心的。而且你看这台车刚好查漏了 Corona， 好不好？所以我真的这台车翻新的过程，虽然花了很多钱，但是事实上是很开心的。那个也让怡萍见识到说一台老车的整理很辛苦，费时啊，很费时费钱。而且我觉得呢，分享这样的影片可以让这个更多的年轻人认识这个车的严格，它的历史过程脉络。对啊，它这个 Corona 后来就变成Premio 啊 ，Premio 之后呢就取消了，因为它跟 Camry 重叠。Premio 那时候它是 2.0 的 ，Camry 也是 2.0 的，所以它的产品线重叠，它就把 Corona 停掉，所以之后就再也没有 Corona 这个，只剩下 Corolla 跟 Camry 直接跳 Camry， 就留 1.8 跟 2.0、2.4 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它继续留存的一个原因。再来一点，台湾一直到现在这种斜背的 Toyota 已经没了吧？剩下 Crown 了，你看那个年代都斜背，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斜背？这台车也斜背的。对，我觉得这个车，我想啊，下面的留言很多观众就会跟我一样老屁股的就会留言，就知道这台车有多经典多棒。我们把它救起来，真的是以后呢放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好，对，还有一个，它这个冷气的出风口有没有？原本全部都断脚了。然后它全部呢都帮它修复，所以现在是拨杆是可以让全部的叶片都动，之前是断掉了，所以你拨只有一片两片会动的而已。那我们用手工修复的方式把它下面的脚全部都在用这个塑胶片全部都把它还原了，所以现在的冷气出风口是可以左右全部都会联动的。好，这台车是真的我觉得我们整理的蛮用心也蛮细节的。好，然后隔热纸也全部都拆掉了，就维持它老车应该有的透明度跟态度，雨刷壁覆盖全部都考过漆了，该黑的地方黑，该白的地方白，好吧，我最喜欢就是这个了。现在找不到这种定位灯，就跟我们CR-V的旗杆一样，它是必须要被留下来。对对对，标志性的那个。对对对对，就是年代感。那这个一台老车一样啊，语重心长，老生常谈，每次到最后都要，因为看到账单了嘛，最后就要感慨一下了，好不好？这样老车的这种整新的影片，花时间又花钱，不管你是年轻的朋友，或是你是老屁股，多多的帮我们按赞、分享、留言、订阅，让我们继续有动力在整理这些车，然后把这种整理老车的这种精神传承到年轻人身上，下次见，拜拜。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 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